是不是就是你们的一颗棋子？ 这里的每一颗星星，都是你过去的一段回忆。所以，我的记忆是被你抹除的。 我的人生也是被你操控的。是。那我，是不是就是你们的一颗棋子？ 不说，我自己去找。铃声的话，秋来春去终落下。日上月落，能否给你柔软回答？梧桐树。